个焦点，天上的小流星，天上的好女子精，天上的怪物，天上做的怪物，天上的我最纯粹。好 man 啊，好做住造型先啦，是故意的 OK 是安排我这个出场位，大家期不期待兴奋先OK 今天刚才录影那些呢就完場自己交翻低個手機俾我，OK？ 咁我要 check 片，係啊。所有片都俾你驚一驚先係嘛？點啊？點啊你？佢都係會甩喎。我要學啲 dancer 擺 pose。咁又有意思喎。好啊。其實呢個膝頭都幾攰喎。但係專業噶嘛，係咪 ？OK， 專業嘅。嚇死我啦！其實大嗌噶。因為剛才其實非常之驚險，我那條裙呢，因為它是 part 樓來的，那它就是中間一個 part 樓，旁邊一個 part 樓，那就完了，那個 part 樓一打開呢就是一幅布來的，其實那當然我有打足底啦，那打足底試過曬跳舞都沒問題的，那但我們試了一件事，就是因為我又有戴 headset mic， 跟住還有個 bell pad， 那裡有兩塊東西就很重，所以呢就導致一跳一喐的時候，那個重量一拉咗去後面咧，就前面個樓就，我聽到個劈一聲，我就心知不妙啦。咁我就想努力撳實佢嘅，咁但係咧就奈何夠極都唔係好夠到咯。最尾出咗嚟夠，即係真係好符合本身我哋首歌《Sugar in the Marmalade》咧，都係諗住好 sweet， 即係又好似精裝追女仔咁樣 feel 嘅。咁唔使去到精裝追女仔嗰 part， 佢已經就。想話追掂咗添，好彩佢有件褸俾我，咁我先至仲可以繼續落去咯。啲哥1000分我俾啲哥，係啊，真係非常之多謝佢。請訂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，記得撳埋個鐘仔啊！